会啊会啊。你的工作很忙，可是小爱好像是相反的，你好像反而事业更旺，是有什么想法？也没有想太多，哎，对啊，就是没有去想到这边了。这两个人有点吗？会啊，会啊，会啊。会关心小孩子？对啊，因为还是有小孩子，所以一定会。现在工作这么忙，小孩子会不会抱怨比较吵他吧？抱怨哦，因为。姐姐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我就尽量在她上学的时候，我就赶快出门工作，然后她下课的时候，我尽量就可以陪她身边这样。她之前生日的时候，不有传说小爱可能会回来啊？真的有这样的消息吗？消息没有，没有，没有。目前都还没碰到面。目前吗？是。那小孩会不会吵起吵起来？现在好像就比较没有比较还好哎，应该说姐弟俩就是会有时候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为了抢玩具然后在那边吵架，但是有时候又看他们会很恩爱，然后抱在一起啊，亲这样什么，我觉得都是会有的啊，应该已经开始排训练了，对啊，因为毕竟还是一个运动的比赛，对。所以还是会以想要求胜为标准。那第三季的部分，你跟我们稍微讲一下。第三季，说真的，我也不太知道里面的细节。对啊，就是没有，也没有，我自己本人也不知道了。对。会继续当领队。第三季我会，我会继续当领队。你最近行程蛮档，那体力还可以吗？啊，你怎么看得出来我体力有点不支？宝贝，你们会觉得跟妈妈相处时间变？有啊，昨天他还留言给我的经纪人，因为我就说我老板说叫我不能迟到，我都用老板来形容，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叫你老板晚上不要排工作吗？你很久没有陪我睡觉觉了。然后我就叫他留言给我经纪人，他就说老板你可以叫妈妈晚上不要出门吗？那老板怎么说？老板没有理他。我的经纪人没有理他，现在已读不回。没有啦，他就用文字代表笑笑的这样子。可是接下来不是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万圣节要来了。哦，对啊，有，我有跟电影公司请假了，我已经就是那天说好31号晚上要陪他们。对，所以这次的造型会让大家很惊艳。不会啊，因为没有时间，妈妈体力很不足。